想你。突然间下的那么大，怕来不及跟你走在一起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想念着你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我始终学不会控制我的呼吸，在玻璃窗上喝出你。如果这两天有遇到佑嘉，就是远远的看着他就好了。对，我变回地方爸爸的时候跟现在这个样子是很不一样。嗯，是很难认出我的哦。好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我会试着看能不能认出来。去何方说话很久，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。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。